亲爱的秦阳西大朋友，先祝你生日快乐哦！你的男朋友真的太用心了，特地从老远的地方跑过来找我订蛋糕，然后今天给你做的是一个8寸的杨梅荔枝奶油蛋糕，希望你能喜欢哦。先来定个位，今天给你烤这个胚子可好了。第一层夹心给你用的是芒果，夏天的奶油太容易渣了，我用完一次我都要往冰箱里放一下。第二层的夹心给你用的是荔枝，本身想给你放一点点玫瑰的，然后你男朋友说你对玫瑰好像有一点点不适应。今天你的蛋糕做的真的很顺手哎，可能是心情好的原因。大致磨好之后拿去给它冻一下，因为路程真的太远了，单独一个干净卫生。你又在帮我消灭剩下的奶油了，吃完等我去睡一会儿啊。再来给你把抹面的奶油打上，400克的淡奶油，24克的零卡糖，这个是我昨晚特地熬的蓝莓酱，放进去。用这个刮片给它稍微刮一下。现在来给你的蛋糕挤上一层木耳刮片。抹平，这杨梅还是我们自己去摘的哟。虽然说今天的蛋糕不是很好看，但肯定是最有意义的蛋糕。外面的天好热呀！是你吗？啊！祝你女朋友生日快乐哦！